来我过一下，谢谢。线报得知一名曾姓男子有经营大麻制造工厂，并持有枪械，本局随即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并与我们桃园市刑大还有苗栗的投案分局共同组成专案小组，进行监控跟收拍，并且在昨日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持搜索票前往该工厂进行搜索查缉，当场查获大麻株，还有毒品制造的设备以及改造枪支等违禁品，依法来侦办征信犯嫌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案来厘清侦办。